各位同心，我们请就坐，我们稍后开始准备上课，好，麻烦就坐，谢谢。大家好，很欢喜又看到大家，还有那么多人，如果有少年的，我在这里有跟大家说，若是在国外回来，初去班，高去班，结业的，我自己要送一个徽章啦，咱的徽章啦，哦，这是我私人在这跟国外的乡亲啦，有这个承诺啦，希望若要向我送徽章的啊，打电话去吼，国外的朋友吼，叫因来，吼，伫30岁以下，你伫国外，拄啊，回来遮探亲也好，初级班、高级班读了，回去，吼，的人，我会承诺我的诺言，无论你几个人，我那一定送恁。我看我送10几粒出去啊！哦，这就是我甲大家遮承诺啦吼。因为我那事先闭幕词里面啊讲这个话，就是拄啊拜六啊，有同事嘛，有甲我讲这个代志，我讲好，看有几个吼，我会伫咱闭幕式的时来送安尼啦。所以我的要件吼，我的要件吼，就是要奖励国外的童心，居住在国外，他回来接受这个受信，因为我话伫国外住超14、15年啦，当然国外情形我足清楚，联邦政府咧甲国外的本土台湾人，或是从台湾出去的人，也是在等于讲较歹听，我是咧做控制啦。我哪会安尼讲？你若伫桥界要做什么会长？要选去的时，伊就伫遐咧做动作啊！我亲身感受到一件事，要甲大家讲，因为当然咱出去国外如果说会能够在国外也为本土台湾人服务的话，我们都愿意。所以当时我去的地方没有等于台湾的社团，那个地方我也可以跟大家讲是蓝灰，因为它有黑白政策。我们那个省
那个时间刚刚开放，我们是第一批进去的，所以根本没有调色。没有调色的时候啦，几百个厂商在那边设厂以后，领事馆他们就来了。啊，那当然，因为这些缘故，他告诉我说，因为我是在学校出来的，告诉我说，我一个总领事来到啊这个地方，不晓得要找谁了，所以请你们投资厂商派代表来，在他的服务中心啊来开个会，啊来把他成立起来，来推展一个社团。啊，这个就是啊，当时候我也是一个投资厂商而已啊。那么大家集会啊推出来，那当时是这样形成的。因为我为什么要提这些？因为也跟流亡政府在他们的做法，我也很清楚。因为我早期也都是李登辉当总统的时候，我们都会被邀请回来，侨委会付机票，我们要啊邀请回来啊到总统府那边去。列示我举一个例子，中华航空公司原来是有指挥，到后来把它断航，是谁？张孝炎啊，后来改为蒋孝炎啊。那个等于是张孝炎，大家知道吗？当时是当外交部长，一去以后啦，事实上南非是对中华民国是很友善，尤其是曼德拉，因为他在参选的时候，我们都跟他牵线，也跟他一起照相，我们也帮助他嘛。啊，他对中华民国很友善，要跟中华民国断交前呢、啊，一年就告诉你了啦。其他的国家有没有？根本不会的。要跟你断交，可能一个礼拜才通知你。啊，他一年告诉你，所以跟其他，当时因为张孝炎到他当外交部长去南非的时候啊，就把中华航空公司断航。我们回来要求李总统，因为我们要进去的话啦，外交部啦，或是侨委会啦，都会带我们一起到总统府那边去。我们要求李总统说，可以不可以护航？他就说啊，跟张孝炎讲说，是不是有没有办法再去考量复航？因为现在侨界当时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做中华航空公司？因为中华航空公司多是开战斗机的飞行员呐、啊，大多是了，所以大家都喜欢做。SAA 就是南非航空公司，啊，他生意做不到啊，就把它断航，啊，断航以后我们不方便了，因为断航是双边都断航 ，SAA 也不来了。我们这边的侨民，在台湾的侨民必须在做新加坡航空公司或是国泰的啊，或是太行的，那么
大部分呢、啊、都是做啊，国泰又在香港转机了，啊，也又增加一个麻烦。类似他们的考量都是以自己的面子的问题了，啊，你跟我断行啊，我不跟你玩了，类似这样了。还有一个跟我本身有密切关系的，说党部的一个人员来告诉我说：“哎，张教授啦，你差不多十月份要回去活动活动了。”告诉我说十月份要回来台湾活动了。那是活动什么？他说把我推荐当侨务委员了。我听到我都很不爽，不爽的理由在哪里？我说你看得起我，你把我推荐，我谢谢你，叫我去活动，不好意思，门都没有。所以侨界我做到侨务顾问，因为很多事情他们的做法当然这些就是题外话，但是我们为什么台湾民政府我们的宗旨在哪里？因为大家来上这个课，大家都有责任啊，完成我们把流亡政府请出去。金门马祖是他们的，他们可以在那边去就职，可以到那边去宣誓。台湾你要还给啊本土台湾人。啊，这个是，也就是我们大家愿意来这边上课，我也愿意在这个地方来告诉各位，这个就是我们的任务了，也可以说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啊宗旨。因为我们在开信的时候，开幕词的时候一定有临时国歌嘛，那么再来就有什么介绍我们的主张啊，那么也是我们的啊任务。那么现在我们啊立场跟啊我们的主张跟立场，就是大家一定蛮清楚的。接下来啦，就是我们的宗旨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宗旨。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啊观念。来到我们这一边，我们是以后啦一定要为啊本土台湾人的未来的子孙做一些贡献啊，可以说是留名啊千古啦。所以秘书长很辛苦，秘书长本身也许的一个愿望，所以我们才有今天大家来跟他啊加油啊配合啊在做。这个就是我们来上这个课的最主要最终的目的啊，这个是我们的宗旨。
要怎么样？要为百姓设想，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所以我看到柯P的贺人的啊写的资料里面啊啊，我可以说他比我们晚几年啊。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的宗旨都啊列出来了，他啊我们的宗旨，那他选上了，他的宗旨是什么？也是啊One City一个层次啊，像什么啊 One Family就是一个家庭一样，他也是为台北市的人民在做什么设想嘛？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事实上我们的观念都比柯P还要早，所以大家能够很清楚，我们来这边上课，对，可能大家的理想说，愿意来奉献，来为本土台湾人民做一些事，那你必须像柯文哲一样，他的观念。柯文哲他讲啊一句话，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会成功，他怎么讲？他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哈，他说天命、运气还有努力。天命，每一个人不一定会，你没有那个天命。那也不可能，所以这个都是要给大家啊知道的啊。我们来到这边，我们就是感谢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这个是一个革命的团体，但是我们并不是用武力把流亡政府赶走，我们是用啊秘书长说的啊，用一支笔，等于就是去美国提告，美国那个高等法院都这样判决了。很多人，我们去跟他沟通的时候了，他有的听不下去了。我们当然要，如果像佛家来讲，像佛家来，《普门品》里面有提到了，说什么人要用什么人去跟他沟通，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了。那么这里面，我们这里面所说的，有时候我碰到了一些啊人跟他沟通的时候了，我先请问他，你是高等知识分子，你对美国的高等法院的判决你相信不相信？他说
当初他也不会说相信或不相信告诉你。如果你相信，我们才再讲下去。如果你不相信，那我跟你讲的等于是没有什么用啊。类似这样，因为大家也都要有这个任务啦、啊。回去了，受浸完了以后回去啊，要拜托大家去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介绍年轻的来上课嘛，啊，有专业的，因为他上完了课以后啊，他会来服务台湾人民啊，会比较长远的时间。那像我们啊，差不多要回去了，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我拜托大家介绍一些年轻的，因为我也曾经这样讲过，如果你在学校你们的社团或是啊你们有活动要请我去，我都很乐意。因为我为什么我只说学校社团，因为我是老师嘛，你要查我的身份很清楚嘛。有一位到我们台南总部去了啊，刚好等于是有一个想来踢馆的了啊，去台南总部啊，当然我们的啊那个进手跟他谈谈，他都也讲不下去了啊，刚好我去，他就喊我说啊，来来来，刚好我就先表的身份嘛，我是义工嘛，他跟我要名片，我拿名片给他，我是义工嘛，但是说你可以查我的资料嘛，你上网先查嘛，你要问我问题啊啊，好，我跟你答复这些问题，你先查我的资料，查一查，我就像刚才所讲的，你是高等知识分子，你相信不相信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啊，如果说他相信，那我们再讲下去嘛。啊，如果他不相信，你要讲到什么也没有用啊。后来讲了讲啊，他就也不管他接受不接受了，讲了，他就没有什么事，他就想离开了。那个进手跟他谈，他都还是在那边等于狡辩啊，类似这种现象。哦、啊，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结业以后可能都会碰得到类似碰到这些问题哦，你要先啊了解它的来源是什么啊，然后啊我们可以跟他解释啊，如果不相信的话啦啊，你也请他来上课嘛，就很清楚了嘛哦，类似这样嘛哈、哦、啊，好了，我们再来看。当然这个在初级班也有讲过嘛，好、哦、啊，也有讲过，我们可以很重要，这个人啊对台湾来讲啊是很重要的一个官员啊。太阳花发生的时候，他赶快出来讲说要给我们自治、哦啊、也在讲什么啊？因为他这些啊都告诉我们啊，要台湾能够啊
自治，为什么不给不可以说你们台湾去独立？为什么？我因为我要请问大家，为什么不可以说啊你们台湾独立？因为我们台湾依照国际法、战争法，现在是日本啊，依照国际法、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住在这边里面的人的啦，台湾啦，住在这边啦，大家有没有看到？那是日本天皇的啦，啊，你怎么去独立？不可能的嘛，啊，所以他赶快出来喊一喊，你们不可以独立哈，他也怕这些年轻人。50万人出来呢，全世界反应都站出来呢，本土台湾人的社团都站出来。好了，我们啊，这个我们也讲了，我们也删啊，不想讲哦。那这里面呢，啊，就是这样，因为马英九总统回复了，等于又原来阿扁民进党他就比较啊。可能因为阿扁有没有这样讲过，大家可以思考，有很多哈，哦，电视台违规，阿扁说他做总统他绝对不会关掉什么电视台，有没有这样过？我们看那些电视台就是违规嘛，法律上就是不许可的嘛，怎么会卖给有中资受财的啊？但是阿扁说他不关掉什么，他当总统的时候不关掉，所以那个应当那时候要关的话，可能是一个当行政院院长啊，那个大家去。现在国民党在回来执政的时候了，都是在搞什么？这个为什么我刚刚等于是前言的时候我讲过，如果在侨界你要当一个侨界的领袖，你没有跟国民党去挂钩或是支持国民党的话，那你可能要当也很困难了，这个真的是这样。我想在台湾也是一样，你要当一个团体或是啊民众团体的头，多少一定啊！现在他为什么这样？因为当时候啦，你如果你这个社团来跟我登记啊，都听我的，好了，我跟你补助你要办的活动来申请啊，申请就给你补助一些钱啊，就好了，就派中文老师到你那个地区去教中文。如果不是的，他不理你呀，啊，也不支持你了，等于是这种现象嘛。啊，他就是在国外里面啊，那个做登记，哪些社团，哪些参加，啊，以后就会修理了。啊，叫做日后算账啊。为什么修理？哦，你要申请啊合同经费啊。他说现在经济很困难了，没有办法，类似这样，因为由他新政嘛，啊，你不听话嘛，你来啊，来等于是参加啊台湾的一些太阳花事件的啊来参与，那就是反政府了啊，
要把名单报回去啊！啊，以后侨委会的那个无几职的没有，他侨委会是这样的，一个是对侨界上有一些贡献的，叫你说跟你聘，叫做促进委员呐、啊，促进哦，促进委员，促进委员当。完了以后啦，再跟你申收侨务顾问啦。侨务顾问完了以后啊，再来收侨务委员啦。这三个步骤，他弄三个，啊，他都是在考核嘛。那这个就是这些情形啊，他你到哪一个阶段啊，他跟你。就是等于是给你无几职的啊，有时候他会两年花一张机票，两年花一张机票邀请你侨界的领袖回来啊，这个是啊，我想这个也不讲了哈、啊，这个也不讲了，这个大家知道嘛哈？也有没有听过的，举手一下。哦，还有没有听过哈、哦？好，啊，金普聪他是以前啊当过，他刚住了，就是刚刚回国了，就驻美国啊代表了，回国的。回国的时候对马英九提出说大船离港论，那这个是在啊六月十六号啊，大家晓得早期我当小孩子的时候啦，常常听到基隆港跟啊高雄港说大船入港，讲大船入港，他带面粉来了，带牛奶粉来了，奶粉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啊，现在、啊、他驻美国代表刚回来，就跟马英九，也就是告诉他说，准备。要离开了啦，啊，这个就是，要不然要讲这个是什么呢？什么叫做大港大船离港呢？这个就很明显的嘛，啊，当然啊，这个就是也给大家看看就好了哈、哦，初级班有讲过了嘛哈、哦，啊，这个我们再来看啊一些比较。跟大船离港有关系的报道，这个是不是大船离港的象征？大家看看，他说什么？国防部签什么？大旨啊！因为现在总统府的地方正面是总统府。后面呢、啊，就是国防部了。啊，国防部啊，原来是在保护总统的。啊，现在啊，他要还给人家，那国防部这个地方要还给人家，那国防部先搬家，秘书长。也跟大家讲过啊，说我们不是用武力啊来请流亡政府走。有人说怎么有那么简单？是不是有听过秘书长讲？有一位。美国的官员在香港
所五分钟就结束了。为什么？一定大家想一想看，是不是有讲说直升机飞来，在总统府前面把直升机开来说停下来说，马英九你上飞机，五分钟带走了，中华民国就怎么样结束了。马尼拉菲律宾的总统那个时候，菲律宾也大乱嘛，菲律宾等于也是大乱，等于也是那个是在啊，类似有一些暴动的形式，但是美国派直升机下来叫菲律宾的总统上飞机，开了就离开了。大家想一想这个以前的信息，所以这些啦，也可以说都可以实现的，不是不能实现的。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啊，再看，应当会有我们的那个资讯啊，告诉大家哈。美国啊，第七舰队啊，司令的交接的时候啦。我们的参谋总长有受邀去参加，大家知道吗？知道不知道？这个消息是谁丢出来的 ？AIT 的，应当我有准备这个照片的哈，啊，就是。美国办移交的时候，指挥官办移交的时候了，邀请我在这边，我们指挥官啊，美指挥官交接的时候，邀请我们的参谋总长，这个是什么情形？这个照片我们一般的人可以照得到吗？不可能嘛，那是 AIP 他们美国在台协会丢出来的报道。这个是表示什么？当然他是报纸是这样想的，彰显美台关系的。事实上啊，这个就是美国接收了流亡政府的部队了。当时候，美国告诉我们怎么讲，军队他们来处理，军队他们去处理，那这个就证实嘛。美国开出来的支票，如果我们有按照美国的步骤一个一个完成，他绝对给你兑现，因为美国他们是讲那个诚信的，如果你没有诚信，那你破产，那你就在那个啊社会里面没有办法存在了。所以诚信相当的啊重要，讲出来的话啊，你如果啊没有办法
做到啊，那个你骗，如果你进美国海关的话，你骗海关的官员，那你被他抓到了，你很难啊，也会很难受啊。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就是证明嘛。那个美国2025的啊，我们看看有没有那个应当是不是？除了这些之外，就是25里的战斗营跟我们601里呀、啊，我们结盟了、啊，有没有？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看一看，这个都是啊，《自由时报》的报道哦。美方主动，我601里美25的啊战斗航空里结盟。什么叫做结盟？我问大家好了，什么叫做结盟？是他们指挥还是我们指挥？啊，你看是不是接管？最近很多飞机过来了。很多飞机，好几批哦，大批。不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也就是嘛，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讲到这边，大家是不是有这个福气？是不是台湾有这个福气来家参加受训？嗯，再了解下这嘛。啊不，而且不说看呢，这都啊，这们就伊也无去思考想这啊。啊，实际上美国头自炸都甲咱讲啊，自炸都甲咱讲。咱过来看这个吼，奥巴马警告中国，南海造陆将至不果。他这个就是说。他没有，当然他这个也是指得很白了。事实上啊，希拉蕊当时也一直在强调，南海争端或是这些问题啦，都按照国际法啊来处理啊，国际法。这个南海的事啊，跟台湾的事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个在中国人大会还跟你公布一个说，哎，台湾的人民还有责任去做统一大业，这个真的是笑死人，我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用什么法律，用什么，现在菲律宾跟中国在打南海的仲裁，国际啊打这个仲裁，仲裁大家知道吗？仲，有人说仲裁就裁决的啊，仲就是一个人字旁一个仲吼啊，仲裁。他拿什么资料
拿什么证据，他以后只是说把南海的小的地方啊，赶快把它填起来啊，他们啊来一些设施，他说哦，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了，他占领了啊，他啊等于占据了，所以根本是违背国际法啊。那给大家啊了解一下啊，一般在判断啊南海的事件啊可能会有小的冲突啊，为什么？他建好的，要不然你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在南海靠近越南的那个时候，就在那边探勘，再来设这个啊探勘石油，后来发现了，警告了，如果他不撤离的话，要采取行动。后来中共也撤离了，等于是这样啊。我想这个也会啊有所动作了啊，要不然就在这个地方附近发出一些小的战事。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好了。这个要给同啊，那个我们同情去思考哈。这个也是啊，那个我们台湾啊，那个自由时报啊报道出来的哈。国军共谍案，好、哦、啊，很等于是一直在发生嘛，啊，一直在发生啊。这个最高啊法院的以前的这个院长啊，叫做杨仁寿啊，他说啊，上位者啦，民定了哈、哦，应明确宣示。比我这个很正确嘛，将军都跑到中国去了，他说哦，你是黄埔第几期的啊，啊他说你也是黄埔第几期的，他们就在办同学会了啦啊，又怎么样？大家都拿着红酒在那边干杯了啦。国军、共军就是中国军，住在中国半年回来一次，钱领一领又回去了啦，又住中国了。把台湾要把你掏空了啊，这个就是这种现象嘛啊。我们的这些政府的官员都在鼓吹台湾人民到中国旅游啊，到中国去设厂，啊，有多好多好多好讲的，大家都想去了。因为为什么？台湾有时候到那边，你要土地多少都给你了，听到大家心里面都怎么样？痒痒的嘛，哈。都想要去了，他土地一大堆都给你啊，哦，啊啊啊，一坪
只有十块钱，随便你按了怎么买了，类似这样的。这个就是什么？上面的人都允许嘛，顺便公家还替他做宣传啊，所以台商大概遭到给挖的是啊，真的是啊很多问题的啊。当然最高法院的啊院长就这样表示了，全部啊都是怎么样马英九。所以台湾人真的对啊说政治都不要管，卖插政治啦，啊，害的插政治的遐拢乌白来啦，啊，拢甲咱骗，啊骗佫拢无代志啦。633啊没有达到，他说心想要呐，要减一半吼，有没有？又加薪嘞。所以啊，咱这的王八蛇拢真正无夜饭的，无法度真正。咱安尼去想就好啊，吼、哦，咱安尼去想就好啊。骗呢，骗着总统啊，无做到，佮伊无承诺。啊，我认为讲吼，阿扁啊，佮李秀莲薪水拢减一半。啊，迄时啊，我足戆的。伊家己薪水减一半，伊也使减一半。伊若真正讲伊的薪水领领，伊迄一半，家己去用去救啊，迄、那个怎啊救济迄个怎啊弱势的人，安尼，大家哪会怕跑啊？啊，唔是啦，伊家己。阿扁讲：“哎、欸，我好，阿、啊、我领遐济，安尼卖啦。我所以减薪是，伊讲伊要生活，安尼减一半都有够啦。所以本土台湾人咧做政府，甲流亡政府迄边来的人诶咧做政府差遐济个嘛，足简单，摕这两个来比就好啊。其他卖讲。”哦，这那是安尼报道了哈。陆海空刑法的定义，刑法的定义是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人，干么安尼？无啊，好朋友啦。因为因来咱的迄个要怎国旗啊？以前讲咱的国旗啊，爱举爱长，搁压压长吼。所以，就这个情形，咱来判断，这哪有法度带咱以后做一些？对咱人民有贡献的，无可能嘛，绝对无可能啦。啊，当然，因为大家高中班毕业啊，啊，你属于多一州的，大家唔知知无？知嘛吼？啊，有诶，唔知嘛吼，好啊，无要紧，咱即摆来看咱诶广迄个广告啦吼，广告啦吼，啊，咱这个，咱诶伫新闻，伫自由时报吼，我半夜广告啦吼，咱有六个州啦，
你住伫倒一个城市啊，你就去州里去报道啦，去州里报道啦。我看应该以前啊，80%以上啊，那要去公家机关吃头路啊，拢一定是爱国民党嘛，对不？啊，国民党，伊讲啊，你拢爱去带，登去带报道啊，单位嘛，有诶爱去单位报道啊，有诶讲去要做啥，迄叫做服务站哦，好带啊啊，第第四单起码就是讲，咱起码你那去。你住伫带，你就去迄个所在地的咱的州的地方去报道。啊，咱有50郡吼，拢总有50郡啦，啊，50郡的住址啊，拢伫遮啦吼。啊，咱当然这应该大家唔知有摕到无？拢有嘛吼？安尼恁大家看看咧吼，啊，你属于倒一带？啊，有电话啊，你甲卡去，吼、哦，就会使去啊参加啊，咱台湾民政府的活动吼、哦，去出去扫街路啦，吼、哦、啊，也是出去分传单啦，吼、哦、啊，会使出去啊。咱过来看。南海吼、哦，迄、那个情势升温。那么台湾国防战力的展示吼、哦，啊，伊伫遐咧演习咧展示啦。伊讲啊，无有个人讲啊，无去看到美军啊，啊，这报道的呢，报道呢，啊，这是啥？这两个是啥？啊、哦，这美国人嘛。吼、哦，啊，这就是报道出来，吼、哦，迄、那个现役军官，吼、哦，啊，用啊用啥？罕见呢，吼、哦，这话用罕见。啊，这个也是啊，这。不一定他们是夫妻哦，这个说不定都是现实的。哎，女军官呢、哦？今年哈、哦，6月20。我也做，好这里看吼，我是要给大家讲一个观念啦吼。各级的政府吼，各级政府吼，啊，实施电脑化以后吼，那教工啊，起码的公务人员可以减掉一半以上。以前都用手在抄呢，哪有那很麻烦的呢？那要印钢板啊，那就刻那个什么钢板纸刻刻的，啊，那写不对啊，就要再订那个呢，啊，那一定的打字啊，打不对要再订打呢，再回头来呢。现在电脑有方便无？稍微改咧，稍微调咧，拢会得足生事咧啊！但是问题伫在公务人员直直增加啦。你看，这吼、哦，
去年公务人员的人数创十年新高。啊，这下马，马政府马高级政府的组织改组了，哦，政府做啊组改了，哦，公务人员哪个地理增加？越减越回，越减越回，等一下。看嘛，咱来看。人事支持哈，偌济？你看，迄个希腊，咱大家去思考希腊这个国家。希腊这个国家是安怎？对啊，伊就是公务人员。很好所以执政者为了维持他的政权，因为政府这些公家人员都投执政单位的票嘛，所以变成政府破产。在这边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高雄市政府跟高雄县政府合并以后，原来两个单位嘛，照讲起码也要减掉30%以上的人员。台南县跟台南市合并，台中县台中市合并，敢拢有咧减人？无嘛，因为安怎？公务人员是考试考上的，要保障他的什么工作权都这样讲你保障你的工作权公司倒掉了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没有怎么样，像苗栗就好了。大家思考苗栗最近的案件有没有？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这边有没有苗栗的人在这边？举手一下也可以如果你是苗栗的公务人员哈，还领不到钱呢，心想你的心想到现在还没有花呢。我认为以前当公务人员哈很好，为什么？时间到部子里面就有钱。都是这样以前就是1月1号领钱呢，又还没有做就领这个月的钱呢，跟私人机构不一样呢。因为我当公务人员过嘛，我在学校国立学校嘛，所以我很清楚嘛。就是一号就花这个月的薪饷给你当然去私立就不一样了在私立的话都是这个月的差不多25号
有的私立学校啊，还更透过啊，就透过那个月的五号，这个私立学校跟公立学校就差这么多。哦啊，这个也给大家思考了哈、哦。啊，照讲哈、哦，照讲这个如果不去改革的话哈、哦，那讲回来，我们执政以后，对了，这些公务人员是不是他都给他任用？当然，我们美国告诉我们无缝接轨嘛，对不对？但是你们要他们也来受信，要像大家一样受信，考试通过啊，身份证是 TW 的啊啊，或是你是来办身份证的，还经过这些，如果不是的话啦，那些都可以怎么样啊，去吃自己的嘛，啊，不然要怎么啊，因为他们留的都不去改，都不去做，那这样不是像希腊一样吗？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思考的地方。很多事情真的我是很也很感谢啊，柯P啊，为什么他7点出门，7点半开会，晚上回到家11点，真正我那身体那我体魄的呢，真正足病啦，哪里有一个啊流亡政府的高官有像他这么认真的？我当时在国立学校当也当单位的主管啊，8点，因为我们不要签到啊，单位主管不要签到呢啊，下面的八点十五分以前要到啊，哦，他们先到了，啊，我们差不多什么时候到？8点半能够到就很好了，啊啊，有的啊，校长有时候什么时候到？啊，9点能够到就不错了。那个，我那个时代的，差不多可以说是30、40年前，那个时代都是这样，越高的官越晚来了，啊，晃一晃又回去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没有办法进步啊，没有办法改革啊，所以当时我说国家要企业化，国家要企业化，应当以后啊要这种观念。还有怎么样，你当主管这家公司做得不好，太浪费了，太花钱了，这个主观的财产要拿来赔，这样才对啊。像刘振宏
一样，他家足好个啊，啊，和苗栗县政府弄到一塌糊涂，安尼，伊那咧过啊，免拢免赔啦，公务人员啊。所以这个公务人员法哈，以后也要考量这些因素下去。哦，一个单位表现很不错啊，你的啊，等于是如果是依照绩效来评估的话，有绩效的发奖金，没有绩效的扣薪饷啦。啊，那人家大家会拼。那个啊，这个是我们在7月4号啊，美台金演提供的法言呐、啊，给大家知道啊。那在这里面呢、啊，我们是啊，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哦，这里啊。扣资啊，在啊18日，那么啊来这个法案他提出来啊，我们来看看这边呢、啊，他这边有就是美台军事啊交流的项目可以包括什么演习啦？事实上啊，主要就是。他台湾的部队要由美军来掌握了，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啊那个条款，那么还有啊，就是美国啊跟台湾联合来，美国提升对台湾的军事合作啊，这个就是刚刚我们都证实了嘛。哦，这个照片接交的时候叫你们的啊参谋总长来。参谋总长，我们的前线是在管什么？三军的嘞，这样知道吗？啊，管三军的是什么？参谋总长呢？来，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呢，这个是从那个新台湾加油里面呢、啊，我们把它抓下来的。我们负债了占啊 GDP 啊的啊170%，那么94%是向啊国外借钱。退休金占17%，第一次啊、退休金啊、就是我们第一次领的是啊57.8岁哦啊，这个当然这个就是来先讲啊，这些呢就是为什么啊来讲哈、哦，为什么那个希腊。会倒的理由啊，啊，给大家参考了。哦，希腊公务人员在10%，我们公务人员虽然没有达到10%了，但是我们很多啊，
公务人员退休以后啦，那么像说啊，你到国外去也可以领啊。如果你去啊，你如果应当公务人员，应当可以说这些钱是要花在住在台湾的公务人员，这样才正确嘛？啊，不是，我刚刚也提过，全部都住在中国，半年回来一次，领了钱又回去，把台湾的钱都在国外花流通。事实上，台湾根本没有创造一些税收。在经济学上，为什么在经济学上啊，都讲求怎么样？我们要在当地花钱。那个马政府，每个人花多少钱，大家知道吗？还记得吗？对呀，三千几，三千六哦。他是要你在台湾地区花了。如果这个退休金啊，来一个，如果来一个限定，退休的人员有一些限制，你如果不住在台湾，你就放弃离开台湾半年，你也就放弃，这样这个钱才会在台湾流通，因为会创造它的五倍的啊流通量。如果一个人花一万块，那么就会创造啊，那个一万的话就变成五万。为什么？因为做生意的人都有赚了钱嘛，啊，赚了钱他又会再去买什么嘛，啊，这样循环也会有怎么样？因为也要缴税啊，政府也有收入啊，啊，这样循环循环循环。把这个经济的效益啊，就是带动起来。所以为什么台湾以往那个台湾经济好的时候啊，我们车水马龙，那个好像那个管子啊一直开，大家啊。有的家庭通常都是说啊，一个礼拜啊，起码都到外面用餐一次，都有这个好像类似一个规定一样的家庭的啊一个规定一样，类似这样哦。那这个就是说要知道啊这些情形啊。那希腊为什么这样？他们希腊的人。也是向世界各地去跑呢，啊，如果在这边退休以后，他领了钱就到世界各地旅游啊，啊，也对希腊的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帮助啊。哦，啊，这个给大家看看啊，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哈。这个就是说我们啊在关键评论里面啊说国债占了 啊那么啊 GDP 的 150% 啊，那个就是台湾会不会成立为下一个希腊，当然这个是值得我们以后要执政大家都要去思考啊，这些问题哈、哦。
因为当时候希腊族占多少？170嘛，啊，我们现在占多少？150嘛，哈，啊，那也很靠近呢。所以哈，所以我们大家要留意啊，为什么很多现在的大学生都会到国外去打工了，都也不愿意，因为有的他愿意在台湾赚一个月的薪饷，到外面可以赚三个月嘛。那当然他会到外面去赚三个月。柯P的爸爸就是这样，有没有？大家有没有想到柯P的爸爸？他也去当什么？到国外去工作呢？柯P的爸爸也是这样啊。哦，那是题外的啊事情，但是现在要告诉各位哈，事实上啊是这样的，你有能力，语文不错啊，那么又有这个热忱，新加坡也需要很多的人啊，说不定你也可以去应征，你到新加坡去。哦，因为新加坡比较跟我们更接近了，哦，类似这样了啊。当然，有的年轻人在这个地方一个月辛辛苦苦赚了22000啊，真的是我在这边讲一个秘密了哈，这个。我女儿，当然她是南汇会计，后来她说要去英国，我跟她讲说好，两个学校给你读，老爸还可以赚钱，可以供应你，一个是剑桥，一个是牛津，其他的不要读了。他到英国一个礼拜以后，人家就叫他去上班了。他领的待遇最高哈，他一天，当时候英镑正高，1比他的63200。工作一天32000台币啊，你看有能力的人当然是往薪水高的国家去跑，这个是告诉年轻的朋友也要有这个观念啦，哈啊，当然你去一定要先了解这家公司怎么样啊。他本身因为是专业会计师嘛，他以前所查账的、所做的都是上市跟那个跨国企业的啊，所以他出去啊，到英国一个礼拜，人家就找去工作了，他就没有再读书了。这个就是，要不然我说你也起码也要练一个更高的学位。啊，如果工作很不错的话，他说也没有时间再去练学位了。等练学位出来的话，也等于是没有什么用嘛，哈。
类似这样哈。啊，来，再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哦，啊，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哦。那么我们呢、啊，少子化以后啦，薪资倒退，那么负债24兆，台湾是下一个，是啦。啊、哦，快到3000亿的规模了。这刚刚提到嘛，哈，他可以办一个烟火，放一个礼拜的烟火，花了9亿多呢，哎。这个当然这个是怎么样骂这个徐耀昌说他没有能力了啊，他有能力啊，一个乡等于是不是大都市，也算是啊中小的都市，放烟火可以放啊、6天啊，你看乱花钱都人家不管了哦，这个就是现在地方政府啊的债务的统计啦，的统计哦，哪一个地方啊最多，哪一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苗栗县，再来看台北市。事实上台北市在这个资料都是好那个郝龙斌的成绩啦，也乱花呢，他也乱花呢。郝龙斌是不是也乱花？那个花博种那个什么地瓜叶，多少钱啊？高层塔多少钱啊？还有说有一个，我记得说种一个菜是200-300块，哎，空心菜也是，所以说哈、哦，他啊没有事呢。如果民进党的这些本土的官员做这些事的话啦，都要抓去关了。啊，他们没有事啊，啊，你看台北市。事实上台北是会赚钱的。为什么赚钱？他税收里面，因为他的这些啊 BOT 案，如果把它精算一下，真的台北市的市民应该很好过。精算一下，收钱收了很多，还可以每一个人说不定再花啊一些钱给大家啊，所以他不是啊，他不给人民啊，他要给谁？给啊财团啊，啊财团赚了钱以后啊退休了，这些官员退休了，再到财团里面去当什么？门神啊，门神大家知道吗？
那个台北市的警察局的局长，信义分局的，是不是这样啊？对呀、啊，又跑去，他说两个警察夫妇退休，一个月领十几万，19万。两个人退休啊，两个领19万，两个人可要用到19万吗？不可能的。啊，他郭台铭又请他们两个又去上班，这个等于是什么？啊，这个给大家哈、哦、去看一下哈、哦，这个就清楚了啊。这个大家都看过嘛哈、哦？这有没有看过？这个就是在全国法规，他们流亡政府因为大船离港了、啊，这些都在好几年了、啊，就前一两年都在撤销呢。这些。国防部总政战作战啊作战局的组织条例啊，这个就是总统下令啊废止或是撤销废止，这些很多了。当然这个可以，那没有的话大家可以照照相哦，啊回去给你的朋友看哦，啊这个就是等于有时候你要上网找的话也就比较辛苦一点，也没有给你、哦啊啊、我们再换下一张、哦、那照完了我们再换下一张好了没有？没有、哦、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一个资料一个证据了。好好再来啊，我们会啊，大家一起拿的啊，我把它很多了哦，来啊，再来啊，啊，再来，很多单位啊都撤销了啦。啊，我们再来。好，再来。啊，再来哈。啊，再来哈！现在啊，因为美国跟中共讲好了，美军进来以后，有的在这边的中国人，他不愿意待台湾了，希望中国。给一个地方给他们安、啊、安身立命的地方了，那他已经怎么样，中国也同意了这个地方，这个叫做什么？平潭岛啊，平潭岛啊跟啊，现在有台中港台北港在什么定期的定期哦，都有货轮过去。哎，那个不是货轮啊，就是定期的班啊、船期啦，有船期过去。
可以里面可以装汽车啊，我们这边的汽车开过去，在那边也可以开。为什么中国愿意？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说愿意这些住在台湾的人，美军进来以后，他们不想住台湾的话，可以到那边去？啊？哦，他们可以带钱过去，对不对？好，这个是第一个。好好，我们再，因为大家如果再依照估计啦，内估啦，差不多会200万人到300万人啊，离开台湾，离开台湾去哪里？去啊？平潭没有设立的时候，如果平潭没有设立的，他会随便乱跑，对不对？中国因为语言会通嘛，生活也差不多，他会到四处乱跑。那么200万人到300万人跑去，一个是跑去四川，一个跑去那么贵州，一个跑去那个山东啦、啊、辽宁啦、啊。啊，好像就是那个啊，湖南啊，乱跑。这边都有比较有民族啊教育的人跑出去了。如果在那边都跟你搞革命怎么办？所以说你们都来住这边啊，你在这边搞革命没有关系啊，把这个炸掉，你们就在。你们自己去玩了嘛，对不对？啊，在这边也，你是中医师，好，你有执照，可以在这边开中医师，有证照的都也可以，他那边通用，所以要到这边来，啊，所以又在鼓吹啊。啊，开花哈、哦、啊，就是五个共同啦、啊，这个都在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两岸海上航运有新的航线，从福建平潭岛直接开往台北港的全新客轮，今天上午举行试航，预计在明年初就能够正式通航了。到时候从台北搭船到福州的时间将能够缩短到5个小时以内。在满天彩带跟热闹的鼓声中，航行于台中平潭之间的海峡号客轮庆祝通航满周年。这位福建台商成为幸运儿，海峡号的第10万名旅客。不过在平潭码头的另一边，这艘丽娜轮才是今天的主角，因为随后他将要第一次直接开往台北港。元旦前后啊，这是我们盼望的，希望能够这个时间来开通。我们预计可能会突破30万人次。尺寸比姐妹船海峡号大上一截，全新的丽娜轮不但载客量高达800人，还可以同时运送335辆小汽车。根据业者计算，以这艘船36海里的时速，从台北开到平潭只需要3个小时，再转陆路运输，总计5个小时就可以从台北抵达福建省会福州。越来越便捷的交通，更渴望加强两岸企业对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关注。TVBS 新闻李宏、庄志伟，福建采访。啊，咱来想看嘛咧吼。实际上，美国足早伫这个叫做迄个南韩还没有爆发之前吼，美国看到蒋介石啊这个集团啊来接收以后啊，发现如果再给他们去管理的话啦，台湾会不保，所以当时我就跟菲律宾讲，菲律宾也同意，他们跟他讲拨一块地方给，因为这个秘密档案来里面都有哈，啊拨一块地给这些啊
流亡政府的高官啊，去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当时还没有签一化嘛，他们等于还是敌对嘛。好了，他麦克阿帅叫谁？叫申立人，申立人事件有听过人举手一下好不好？好，谢谢谢。申立人，麦克阿帅讲，甲讲要甲蒋中正甲关去菲律宾啦，啊叫申立人来接掌啦。啊，孙立人讲去甲蒋介石讲啦，啊，唔只无甲判死刑，反讲啊，你话足忠咧，啊，甲你软禁啦，软禁啦，啊，这个事件吼，这就是所以美国伊要做代志，拢有一步一步想过。啊，拄啊，韩战发生了后，下。这个计划才无，啊，个孙立人早甲讲，啊，所以这个没有把这个蒋介石甲赶走，啊，拄啊，咱即马这个时阵，甲过甲美国伊爱去做代志啊啦，哦，咱已经过甲第二届过阿过，伊无甲赶，我还袂杀你啊啦，好，啊，咱即马过来。这就是因为你讲讲讲啊，足好听的啦。讲五个共同啦，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同受益。吼、哦、啊，这就是台湾不住在台湾的人可以到那边去。好、哦、啊，那来过来看这个报道。统战的手法可能又来了、哦、好，现在很多人、哦、都打算去平潭岛，为什么是这个岛呢？好，有人说呢，你如果愿意去大陆观光的话，你就可以到这里来。好，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平潭县跟台湾呢航程是3小时的距离，不算太远。他们现在开始呢就在大举的挖角我们台湾的人才，特别打造了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里面的管理阶层通通用的是台湾人，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而且呢据说、哦、民调当中有47%的人是愿意当中国官，年薪当然很高了，大概是2-300万元，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还传出他们有意思要延揽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去担任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可是亲民党否认了。船身高达4层楼，附设豪华内装，丽娜轮正式起航，从台北开往平潭，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要找1000人去当官。我去过，你有去过大陆？对，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不过说他寄出年薪2-300万呢。哦，那可能就会考虑。商品城加紧赶工，大片荒地未来要盖高铁，福建平潭实验区号称两岸共治，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网络征才，职务五花八门，每年可领20万到60万的人民币，最高年薪相当台币300万。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也最后一个机会，所以本身来讲，平潭整个设计啊，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来做一个整体企划。拿高薪当诱饵，第一波吸引70多人投履历，最后只取6人，录取率不到10%，全是狠角色。曾经参选市议员、金汉生技负责人杜德宏，现任平潭医院副院长、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晴龙，都有金融背景，甚至传出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在延揽名单。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了，国民党啊，新党啊，这都是最严重的啊。那甚至于说，有了政党，他们的党主席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啊。区内特别标示，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交通薪水双管齐下，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三立新闻台北做不到。啊，过来，我们来看受害的台商。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
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台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瓮的新招。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采。我要再补充一下吼，予大家更加清楚。差不多应该谈完四年外前吼，我有去一次北京。我是仲裁协会，中华民国仲裁协会的仲裁人。大家唔知啊，知虾米叫做仲裁人哦？无清楚嘛吼？较简单讲，民间法官啦、就是仲裁人，就是民间法官啊。因为涉及咧两个厂商发生纠纷啊，可以委托。从仲裁名册内底有登记的人，你去找一下，伊去找一下，这两个来讲个好势，找一个主任仲裁人，三个人就会使都啊解决啦。迄、那个时间，那犯伊咧判讲几啊年啊，伊喺六个月内都爱解决啦。安尼大家什么叫做仲裁？安尼就足清楚啊吼，好简单嘛吼，安尼。我我是仲裁迄个名册内底仲裁人吼，我就去。伊啊研讨会啦，安怎讲你知啊？上尾啊结束的时啊，因为因迄北京拢是大官，也是迄个做迄个人大会的法院的法官，我甲举手啦。Q&A 的时候，我甲举手甲问啦，是安怎台商来遮烧果拢判输？因安怎讲你知影？真正，伊讲吼，违背中国政策的判输。啊，恁大家去想啊。违背中国政策，什么叫中国政策？他们心里面，你是外国人，因为台湾，他们啊，以前啊，台湾气算是外国人呢。日门票，本地人跟台湾气的都不一样呢。哦，啊，你外国人来了。
那就是盼本国人要有他们的政策是要福利本国人啊，啊，所以你要判输啊。这一个吼，我做这个代志，我知影了啊吼，咱我有一个机会伤害一个查某律师来咱家参观啊，来我们这边参观吼。啊，参观以后啦，啊，我知他说上海的律师嘛，吼，啊，你的都很优秀，他要去北京表扬的人啦，啊，我就安尼叫安尼甲问啦，讲奈台山去啊，拢判输，伊讲无啦无啦，阮吼有法律还是以法律啦，没有法律就是违背要违背中国的政策啦，判输啊。好啊，这里是上海在职业的律师哦，查某哦，优秀哦，要去表扬哦。过来，国公这里，差不多几个月前，我去啊，算讲，我算无辜坐大位啦。好啊，我唔得去参加，阮姐夫的小弟。在北京我在做生意，我跟他说这个例子刚才说他听到了，他说没有没有不是这样，他说怎样呢，他跟他说只上路坐对而已啦，当然他说他所指的是不是跟本土大人的打官司，还是他跟当地人打官司，他现在换大家在爱什么，爱苦苦的啦，说钱他的感觉说他钱如果上路多就赢了，所以说大家这样很清楚，他这个地方你如果有这个办法有法度钱给他赚回来台湾用安尼就搞，啊无你无钱，失个人个了去，安尼大家知影无？先甲你扣去，先去啊，讲你犯什么罪？啊，才讲啊，台湾借钱来放人，拢大部拢这个现象嘛。哦，这咱起码。因为时间上的关系，要来阁看咱这个身份证，确实会用哩。咱来放去美国啊，去访问的咱的团员吼，咱的团员到美国还一还去用了啊，回来啊，拄啊现身说法，吼，咱来后来咱请大家看卖者。李定、李书定。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最清楚，必须定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7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行，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
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说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事来讲。多谢各位。咱即摆过来看吼，过来看，我来过来看这个。咱一个同心，伊什么时阵用咱的身份证入去关岛？甲时间，2014年，这是几月？8月12号。你看关岛是不是美国在管，对吧？咱这张身份证，咱跟你讲啊，那恁做的啦，是不是咱做的？100%不是，这个足清楚啊。好，过来，这清楚啊，哈。咱来看那个黄石胶的使用，那个这个。黄石胶的部分吼，来看黄石胶的，咱来。咱请各咱的同心，吼、哦、黄石胶，咱甲鼓掌一下，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美国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吼、哦、这无到扛来吼。来伊，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甲使用的过程，予大家了解者。好来，大家好，我叫做黄淑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伊是坐 UA， 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袂记提身份证号。可是回来的时候，我在想，我有身份证，怎么没给他用？我才刚才提身份证给他，那个通关人员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很奇怪，我出入美国这么多次，都不曾遇到这么好的，这样这么恭敬送给我。后来呢，他给我另外走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往上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我感觉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众有这张身份证，就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伊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我食到60外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你定在国外出去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足感动，所以很感恩。一直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好，安尼吼，时间上的问题吼，要拜托
两件代志。第一件就是回去介绍较少年的有专业的来上课，哦，少年的较专业的啊，拢来上课。第二就是讲，甲咱的亲戚朋友，拢甲讲，这张身份证去甲带都会用你啦。干那咱流氓政府要来抵制啦，安尼尔啦，去甲带拢会用。我伫日本用过啦，我去日本，迄南山寺啊，要甲换倒转来吼，去因遐个做银行因啊，好，现我换倒转来啊，吼，所以伫遮甲大家拜托，拜托这两件代志，大家做够阿未？感恩啦、啊，咱今日到遮结束。那各位同学，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我们张文彦议长。好，这次的课程到这里结束哈，啊，麻烦大家把自己坐的椅子，好，自己坐的椅子拿到桌子上放，好，拿到桌子上放，好，谢谢。